站长，招了吗？已经用了几个大型了，还是没招。玉涵，军统的规矩和刑法你比旁人都清楚，何必自讨苦吃呢？既然阮大小姐这么不识趣，那就让你好好体会一下东阳留下来的文言。安排的怎么样啊？挺笑话。哟，都到了。小杨，来，我们共同干杯。诸位，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，一是为了感谢诸位这么多年来对党国的忠诚和辛苦。二来嘛，托马斯夫妇就要到中国来了，戴老板交代说这次的军火交易一定要做好，所以我们事先也得好好商量一下，方能不负戴老板的重托啊。那戴老板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也知道，国共内战就要开打，托马斯夫妇对我们来说有重要的意义，所以戴老板可是千叮咛万嘱咐啊，一定要好好的接待好这两位上宾，同时强调了要秘密执行。行动科不是已经开始部署相关事宜了吗？具体的行动方案也已经密电给我们电讯科了。之前的蝴蝶事件想必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们的电码母本泄露给了共党，也有很多的情报都被他们截获了。不过其实这只是个幌子啊，这是一个我为了调出他们盗取我们情报的人而设置的圈套，真正的行动方案在这儿。戴老板跟我说了，他已经把会面的时间定在了4号晚8点，在和平饭店。到时候，景峰，你要和我一起出席啊？站长，这恐怕不行。你也是知道的，这联想就要下来了，手头不还有一大批计划没做吗？这站上不还有一大批人等着吃饭吗？站里那些事就交给其他人去做啊，除非你有了什么别的安排。站长，话不是这样说的。你就带着玉祥跟你一块去嘛啊，反正我是要带着小燕跟我一块。站长，嗯，我就穿上次我们在永安百货买的那件晚礼服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好，好，穿什么都好啊。父亲，女人家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，这种层面的事情最好少去沾惹，毕竟也不是你这种级别的人能碰得到。哟，玉香姐，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是怕我步了您妹妹的后尘吗？现在全站上上下下谁不知道，电讯科科长的妹妹是共党在我们站的卧底。这姐妹俩是不是一个鼻孔出气的，谁知道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说什么呢？上楼去。
香，你呢，别往心里去啊。说笑了，我怎么会跟他生气呢？好好安慰安慰啊，我先上去了。今天晚上大家就都住在这儿，明天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关于明天会议的具体内容。好的，站长，那您早点休息。很生气的、啊、你不是嫌我不会说话吗？这阮玉香看我不顺眼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也不替我出气。这阮玉香是咱们站的功臣啊，多少重大情报呢都是他接火翻译的。功臣能当一辈子，更何况他妹妹还是个共产党。妹妹是妹妹，姐姐是姐姐，何况阮玉香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，她的为人我清楚，说她投共简直可笑。不过这次我是需要你们通力合作，因为戴老板的意思是要一石二鸟。一石二鸟。是要接待好托马斯夫妇，完成军火交易。二来嘛，你也知道，蝴蝶已经中了我的圈套，把情报传出去了。那我就只需要在原来约定好的罗斯咖啡馆埋伏，把打算劫走托马斯夫妇的共党分子一网打尽，揪出。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，昨晚没睡好。玉主任，不用这么紧张。女人病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想当年打小鬼子的时候，翻几个山头都没事，哪有这么娇气啊？是不是，刘同学？玉主任，昨晚的仗算得怎么样啊？这不抗日胜利了吗？仗啊比以前好多了。是啊，那么多汉奸的逆产等着去接收呢。小燕啊，有空去跑一趟。我可没空，那些太太们还等着我去打麻将呢。也是，整天忙着刀锋角力的人
怎么会有心情想这些？报告林站长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慌张张的？刚刚弟兄们在门外查获一个人，他身上有这个。嗯。刚刚截获的啊，上面写着4号晚8点和平饭店劫走外人。我记得昨晚我说这条情报的时候只有我们四个人在场，那我就要问了，情报是谁泄露出去的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昨天晚上我做了什么？谁和我在一起？谁最清楚？李主任，我除了在书房里看书和记账，哎，素梅昨晚的夜宵挺不错的。马科长，不知道，不清楚。你想让我说什么？想让我害人啊？好，既然都不说，那就一个一个的到我办公室去交代清楚。至少现在大家都还是同事啊，是自己人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坦诚一点，这样至少我还能给各位留条活路。怎么站起来了？还不舒服吧？来，红糖水喝了。你刚刚在跟谁说话？没有谁啊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站长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玉主任，我记得1937年你从黄埔毕业之后，就来到了我们站机要室工作，一直负责保管全站的机要文件，当然了，做的是文职。1939年的时候，我还好几次和你一起去游过泳。到了1943年的时候，突然你说家里有亲人病故，请假回乡。这一去就是半个月。之后你回来了，你一直拒绝参加所有的集会活动，我也再没有荣幸和玉主任一起去游过泳了。现在看到这个伤疤，这个伤疤是哪儿来的？站长，我这是……待下去，我们审讯室里好好聊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从他口袋里面发现的。他拜托我不要说出去。停发起5换新生，
总是关山离别情。苏小姐什么时候成了江阴人和这种江阴小调？我当然不是江阴人，却有江阴故人。故人？阮姐姐是否还记得民国十四年的冬至，有一个小女孩瘫倒在你家门口，是你跟玉涵救了她。之后为了保全你们一家，她自愿加入了国军的队伍。你是梦离？当年不是听说你被枪决了是吗？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，后来遇到玉涵，那几年在根据地我们两个互相作伴，那是最快乐的时光。每次和玉涵提到你，他总是满眼的思念。后来他被派到上海站做卧底，因为和你有姐妹的关系，再加上你身边邻座联系，他只有从你这获取情报。之后我也被派来上海站和他做接应。怪不得一开始我就看着你像一个人，可是你一直跟我站在对立面。还有姐夫今天被捕前悄悄告诉我，让我晚上来找你，还说要我帮忙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情报不断，才能保证我不受怀疑。上一次我去林作言的办公室看了一封密电，是有一关攻打共军的城防部署。我在传递情报的时候不小心露了马脚。为了掩护我，玉涵做了我的替死鬼，而抓住玉涵向他身体里面打射生物毒药的就是你的恩师林作言。不会的，怎么可能？站长告诉我玉涵是被送去军事法庭处死的。凡姐姐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你可以协助为玉涵报仇。为什么非要斗个你死我活的？还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吗？信仰也算是把玉大哥从水火当中解救出来，为我的过错负责。阮姐姐，你要是还疼你妹妹就去告发吧。玉涵，军统的规矩和刑法你比旁人都清楚，何必自讨苦吃呢？只要你把你的上线都交代出来，我定能保你不死。好了，既然阮大小姐这么不识趣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。这个是日本人留下来的细菌武器，据说人在注射了之后内脏就会开始渗血，之后呢会出现幻觉，身体里像有一万只虫子在爬，最后嘛七窍流血而死。既然阮大小姐这么不识趣，那就安排。
好体会一下东洋留下来的文人。站长，没事吧？传出去了，孔老四号晚上根本就不会去罗斯咖啡馆。住口！怎么，住口怎么样？你还像对我妹妹那样对我吗？用生物武器对付我，让我的皮肤都腐烂掉，七窍流血而死吗？告诉你，苏小燕，你早晚有一天也会有我这样的下场的。左岩、苏小燕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你们不会善终的。住口！住口！下面有请苏小燕小姐粉墨登场。行动嘛，一是要接待好托马斯夫妇，完成军火交易。二来嘛，你也知道，蝴蝶已经中了我的圈套。按照现在情况，我来处理。我是护蝶，是你的上线。你必须要告诉我你的行动方案是什么，否则我不会同意。我自愿安排。你们以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是吗？做梦！告诉你们，真正的情报我早就传出去了。四号晚上根本就不会去罗斯咖啡馆。